而且今天的小姐来到小美恐怖的所在咯，这边是案发现场。哥姐，她这边算是一家废弃的诊所，山区一种废弃的诊所。那我在山上追这个鸟特别多，一直叫，超灵，她想跟我比大声吧。那这在山区的一间诊所呢，哥姐我跟你们讲哦，他这间诊所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，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废弃前还是废弃后，应该是废弃后，因为这个诊所废弃了三十几年了，二三十年了听说啦。那相传啊，这个是网友提供的故事，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也没办法去了解，也没有办法证实啦。这个是一个故事，以讹传讹，以靴传靴，我的靴子里有蛇，我的裤裆里有大鸡。哥姐我跟你们讲，之前呢，这家诊所呢是一家废弃的妇产科。那在这间废弃的妇产科的里面，其中一个地方小就忘记了，有一个妇人，修巴掌捏来的，他在里面修巴掌。哦，那他就直接好像修在那个天花板的杆子上面。哦，那这叫什么？叫修杆呢？开玩笑咧，哥姐不能讲这种色色的东西。好，他是吊在一样天花板的，他吊在天花板的那个木头上面哦，一小鸡的这样子印象吊到木头上面。哥姐，这是一个妇人吊在这边，那他是为了什么事情？我小鸡不知道。好，那这边他其实阴暗斑斑啊，阴风阵阵啊。好，在这个山区呢。半夜没有人敢靠近这个地方。那相传有一个试胆的年轻人，哦，大概四五个人来到这边试胆，一打开这个房间吧，是在房间吧，我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。打开这个房间，听说当时他小巴掌那些绳子还吊在这边。好，哦，那这个四五个年轻人去试胆，一进去这个房子，不进去还好，一进去不得了，哇塞！直接中邪。那中邪到中邪之后呢，其实他们离开之后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算是至阴之地啊。离开这个地方呢，相传四五个年轻人不是受伤就是高潮，不是受伤就是车祸，不是车祸就是回家发烧。哥姐，请问小姐即将带你们进入这个修霸掌的妇产科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怨念可以让这四五个年轻人都烧到不是？今天小鸡即将带你们一探究竟。他这个是废弃的妇产科，抽一张。我哥姐有收到噻。他这个地方呢，他其实废弃的，快二十几年。他这个地方。废弃了快二十年了，二三十年了，所以他这边非常的老旧啊。拍摄有人吗？丛林队啊！哦靠！要到这边废弃，哦靠北啊！妈死蚊子，搞干地包塞！隔壁有听到蚊子的声音打有，丛林都被蚊子吓到，直接飞到我耳边了，毫不留情直接飞到我耳边了，这不紧三板，而且隔壁你看一下，我忘记。带到前面这个，你看，半夜睡不睡觉的飙车，他妈年轻人卡满的啦！你真正有影嘞，等一下出车祸，我跟你讲。哥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他开玩笑。你看，这个是医院那时候的仪器啊，这个不知道造什么东西的。哥姐，这个是造肛门的噻，好重的煞气。新威哥，你是我本人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煞气非常之重？我怎么能欺骗我煞气胆之重啊？对不对？他这边废弃很多年了，你看，哇，他还留个红色的骨头，哇，真叫三八的三八兄弟。你要出啊，你要出。超人在这边超多文字的，这个是二三十年前的生理食盐水啊，稍微都还没干呢，你看。拍谁啊？有人吗？
这边该断电了吧？应该断电了啊。这边算是，哦，这边灰尘，这边废弃很久了。超灵带啊！为什么有饼干？够凉哎！妈傻巴嘞！怎么会有凉的？2021年，靠！哎，站着！2021年的饮料。臭零蛋，我真的很不爽。误了，可是我满格呢。就误，误了。而且拍摄，我看一下防微，这边我觉得这边有点不舒服呢。我直接拍摄，我灯照到你。误了噻。可是我跟你们讲真的，我这里让我感觉到有点，真的有点不太舒服，有点想吐，这种味道。拍摄有狼吗？你看，这有蜘蛛网了。你看，多久没人来了？走蜘蛛网了。这边是药，那个灵药处，这应该是他们的这个。柜台，你看当时他们的这个药都还在现场。哦，这边应该是病人诊间了。哦，这边是医院那个医生诊疗的地方，医生诊疗的地方啊。这边废弃20-30年了，看医院设备都还在。哎，他这边是精神病院还是妇产科？我忘记了呢。他这边是精神病院还是妇产科？干，我就忘记了。如果是精神病院，那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精神病的困扰，哦，臭差灵的困扰，拍死！哦，请问工地个所在有人无？我有精神病，跟少林带我来挂号一下，对不对？少林带他不知道我来挂号噻。哦，他这边有个门，有人吗？拍死，要来挂号一下。少林带的，你错起的。我想说，谁穿一个他妈的破衣服在那边呢？对对，哦，这个就是外面的啦，那个是在外面就我不去看了。可是我忘记他那时候上吊的地方在哪边了。他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变走灵带啊？他这边好像也是整间整尿室。这椅子跟他背对着我，害羞啥啦？操林呆啊，对不对？该不会上面有坐人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上面有坐人啊，操林呆，我想说脚尖踢你一下啊，我怕你睡着，操林呆脚麻掉就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卡玛西安诺给啊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有来吧？对不对？他这个建筑物都非常老旧了。那么可以拍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可以拍吗？可以拍啦，拍上面好了。中华民国82年，1993年，他怎么知道我生日那一天？难道是我知道要送我生日礼物？可就会卡塞。我靠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超灵呆啊！会卡吗？
不好意思，我太大声了。他其实附近会卡是吗？不会啊，哥姐，还好啊。哎，还好啊，不会卡啊。哦，我们来到他后门了，我们走到后门。可是会卡，你们在重进啊？我看是还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掩盖了，不是，我说，应该不是啊。我们先看这边。哇，这边真的都是蜘蛛啊！我讨厌 spiders。这边呢，丛林。有人吗？人家地板都腐腐了，你看，地板都腐腐了。它整个房子已经跟大自然结合了。你看一下前面有个蜘蛛 spider，你们看到黑黑的。可是你们看到，稍微它这个都跟它这里面都跟大自然结合了，全部都蜘蛛网啊里面啊，而且它这个树都长进来了。可是有看到吗？隔间有没有看到啊？不会讲话噻？有没有看到啊？这隔间，靠腰了！隔间看，叫你看前面看我干嘛啦？你不要自贪图我的美色好不好？哎，紧张吧嘞？有没有？整个树丛林呢，都已经长进来了。它这边废弃很多年了，照理应该讲说应该29年了，应该是我出生那年就倒了。靠背，隔间会不会这么衰？差不多我出生那天就倒，会不会我在这边出生那就倒？不会吧，超龄的有这么那么那有这么带赛？哥姐，你才带赛，你全家都带赛，靠腰啊，被晒了。他这边好像后面是做三合院的部分。哎，这边怎么面熟？这边怎么面熟？啊、哦，这个大门啊，靠腰啊，这我刚来过了，之前没带。看一下这个，这可以看吗？哥姐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看啊？哎，哥姐，为什么这个生殖器脱出症？为什么会脱出？超威他隔间你们的那个掉出来是不是？为什么生殖器会脱出来？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这还有阴道整形呢，我超灵的，隔间妹妹也会整形。超龄的会不会？为什么有那个生殖器突出的？那个是掉出来吗？小鸡是不是来过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来过啊，这我第一次来啊，这我第一次来，这我第一次来，而且我第一次，我第几拜啦？第几拜来进来受灾啦？他这边好像。喂、欸，超伟大！哎、欸，有人吗？看我腰了，我是不是听到？干，我好像听到铃声呢。哥姐，我跟你讲哦，在半年前我来过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之前法师有来过，有来处理过，法师有来处理过。他这个地方是怎样？有一个人哦，在20几年前在这边，一个女生，她的故事是这样子哦。上次小七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里面有个轮椅哦，我一开门，那个轮椅直接往我这边爆冲，直接撞我。有跟到这集哥姐打有跟到刷爱心。这一集是非常经典的那一集，这一集是非常经典哦，因为活生生捕捉到他直接撞我，然后那个后来有去问老师哦，他说这个里面的灵非常不欢迎我去打扰他，他才这样子伤害，要原本要伤害我，可是没有撞到，好险我敏捷点满，我身手矫健，成龙一个来，好险我是成龙，我直接闪一个闪躲。
这边呢，我小鸡想起来了，在这里面。哦，我刚刚听到一个铃声，我刚听，可惜我听到铃声打响。铃声在里面传来，看他说上次好像不是铃声呢，上次听到什么东西？电话声啊。然后这边是有个女子，在20几年的时候在这边。他直接悬在天花板那个横梁上，在这里面，我记起来，在这里面不是房间。哦，然后上次这里面有个轮椅，上次他直接暴冲撞我，有跟到我，可惜应该都有看到，应该在那里面。超伟大！然后之前有年轻人，有3、4个年轻人来这边，打开那个厨房，直接有一个就直接昏倒，直接中血，就在那里面。超灵台，我听到我里有电话声音，可是我们上次来没有看到电话呢，他可不可以再耍我？五郎吗？这一局先太好了，拍谁？五郎吧，我想看你被撞，我才想看你被撞嘞！超灵台想看我被撞，那紧拍先。超龄在看我被撞，我想看你被你老公撞啊！哥姐，超龄的这种事情，你不要叫我看好不好？那么紧实啊，把那个只有你跟你老公可以看，不要叫我看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，如果 OK 的话，可以让我开个直播吗？开玩笑嘞！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跟你们讲话配谁哦，来队伍两吧。你不要开超龄的呀，不好意思哦。房间收拾啦，有人吗？错起来，有人吗？哎呦，我操！哥姐，我看到你们怎么在那里？哥姐，你们怎么在那里？啊，这里有可爱的狗狗，这个狗狗很可爱，有可爱的狗狗，对不对？是什么东西？走向接近目标的路。秘密的唇嘴，什么东西？秘密的唇嘴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好像不一样哦。对对，啊，哥姐，你看。这个是胃那个胃药啦，消化胃溃疡的药啦。你看，哥姐，你看这个是胃药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是胃药啦。这胃药真的是不错呢，哥姐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胃痛的时候，我都吃这个，我都一吃一下就好了。你看啊，这个胃药我要带回家吃。金三八的，对对，这么好的胃药怎么不给我吃一下？紧拍戏。他这边好像是他们主卧室，应该是医生娘的主卧室吧？对对。这个他们那个。哎，五郎！哎，五郎吧！干，可惜我开始卡了，我4G满格，我开始卡了，靠背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哦，我拍影片而已。如果有打扰的地方呢，哦，真的对不起哦，我拍影片而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五郎吗？而且我开始卡雾了呢，里面呢、啊，我记得在里面呢、啊。不好意思哦，五郎吗？可是还会卡吗？
那个轮椅啦，操你！再这样子我就不要撞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刚刚不，我没有拿了，我放回去了。我很想拿，但是我控制自己的欲望，我不想当顺手牵羊的小孩。不好意思，不应该拿那个奶奶的卡。还是有人吗？来对。超龄代理，有人在吗？哎，有话好讲哦，你不要冲动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打扰你，对不起，你不要冲动，我没话讲哦，拍谁拍谁，你不要撞我哦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我们心可以握握手，我们来猜拳。可惜上次他就是这个轮椅给他们在路跑来撞我，你知道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那个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说你知道路啊，你知道路怎么走了？对不起，对，你知道路怎么走？这个轮椅上来撞我。然后你看他这边已经，他这个都是80年代那时候的装饰啊，这个可能更早，哎，这个可能更早，应该要40、50年前的电视跟座椅啊。所以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在40、50年前有拥有这一切家具的人呢，都应该是蛮后亚郎的，你知道不？真的啦，臭回答。而且那电话还有线呢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而且你看，柯杰，你看他把手的地方都没有灰尘呢。把手的地方都没有灰尘呢，超伟大！去看他电话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哥姐，不玩了。这电话有天线呐、啊！这有电，这里有电，是这个电话吗？可是那个铃声不像这个电话呢。可是这个电话吗？是打是。那个铃声不像这个电话呢。可是这个电话吗？是打是，不是打不是，是的刷爱心，不是的刷赞，是这个电话吗？喂，您拨的电话号码已没有付费，请您付费之后再查询。你他妈是穷鬼是不是？不会电话费都缴不动是这样啦？电话就缴缴嘛，现在是1399吃到饱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1399吃到饱是网络，不用吃到饱是不是？你这个电话没网络是不是啦？而且40年前的电话超伟大，这次电话有网络，你妈紧三百。而且拜托一下，你当他是智慧型是啊？你别塞了，不要开玩笑嘛。而且什么玩笑可以开，什么玩笑不能开，你不知道？对对，这有电呢。就牵线呢、啊？你看，可是这有电吗？这没电呐、啊，怎么的这没电呢、欸？可惜你看，就这个。哦，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你敢看的可惜再看，不敢看的可惜先不要看啊。拍摄有人带你来的吗？
小鸡来的时候就有只挑了，上次来的时候就有只挑了。但那时候是掉在这边，可是那时候法师来，他竟然没有把这个送走，这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有些地方会送，有些地方不会送，还是那个法师是逃跑请的，超灵带逃跑请过来这边做法，靠腰啊，难怪超灵带难怪上次那个淋雨多一撞我，靠腰你逃不法师逃跑请的，你超灵带你不紧张吧？对不对？难怪超灵带。上次那个轮椅会撞我，它里面也没有完全收掉了，而且这个绳子上面已经蜘蛛结网了，这已经很旧了。你看，这个蜘蛛网能看到？能看到？这个蜘蛛网就已经结在这个绳子上了。你看，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靠背啦！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碰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想说看一下那个蜘蛛还在不在了。蜘蛛哥哥，你拜托一下，你礼貌一下，你尊重一下好不好？超灵呆啊，人家还没走，你就在人家的绳子上面蜘蛛结网，盖起你的心切的温馨的一个家，对不对？结在这个上面，所以这已经很久以前了。而且你看，哥姐，你看他以前的照咖，都是以前30-40年前的样子。这个应该是你没有印象啦，这个我是没印象啦，哥姐啊，这个是照咖。而且你看这个洗手水龙头，超大，这个水龙头很新呢、欸。你不觉得水龙头很新吗？对的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偷动好不好？给我抓到了啊！你不要再往前了，华俩康啊你，乖一点好不好？今天我来拍个平静的一集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平静，平平淡淡。那个电话声可能是隔壁传来的啦，虽然隔壁没有住人，但是我觉得隔壁有住人啦，我心中觉得，好不好？我知道现在隔壁一堆人被我吓到，我想说隔壁超灵带，我不大声一点超会搭。等一下你们又在那边。隔壁你每天拖下你搞的别哭，你不要紧张吧。隔壁我在探险，你们不要再睡了好不好？不要再睡，该醒醒好不好？隔壁醒醒，隔壁。醒醒，哥姐醒醒，很雾噻。好，那我们该出去，应该可以出去吧？哎呦，看我要这边滴水啊！哦，这边是他们其中一个房间呐、啊。今天好像很平静哈，我没有拍到什么。希望就这样可以下班，拜托哦！最近都拍到一些有的没的，让我非身心疲惫啊！拍这有蓝吗？是打不开嘞，可以打不开我就从下面拍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这个是以前他的房间，拜托今天不要有事情发生哦！哥今天有事情发生，我唯你是问啊！谁叫你们刚才一直说轮椅准备中，准你个头啦，准备中嘞，靠腰啦！其实那个老师有跟我讲过哈、哦，老师有跟我讲过，你好兄弟是，你越是要拍到那些东西，好兄弟是越不愿意让你拍，他都是让你在无形之中让你拍到，所以哥姐你们越是这样讲，那个能量就出来了，他是越不会让你们拍到啊。轮椅准备中，超灵呆哥姐，超灵呆，轮椅底下真的动哦，超灵呆。算了，我算了，不要讲好了。每次要讲这些都他都给我唱反调，他真的是不尊重我、啊。哥姐，你们叫我尊重他，但是你有想过他有尊重过我吗？哥姐靠腰啦，我去人家地盘探险，当然我尊重人家。难道说我去你家要你尊重我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尊重你嘛，对不对？我去你家翻箱倒柜的超会让你还要尊重我，对不对？不要开玩笑嘛，他在后面就没了呢。哥姐，今天好像就这样子呢。那个轮椅我全部都拍了，电话我也拍了，好像有牵线，好像有电，但是今天好像也没什么事发生，对不对？
哦，可惜好像没有，今天就先让我休息一天好不好？可以让我偷懒一天啦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各位，感谢各位今晚的支持啊！下班了，下班下班回家，下班下班回家睡。靠杯。可惜我就叫你们不要一直讲这个有的没的，一直说下班。你看人家人家都在想啊。可惜我听到可惜他有超音带。我就叫你们不要讲下班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你看你讲下班就真的来。我今天想说好好休息一下，回家好好抱个抱，对不对？隔间要不要回去看？还是下班？要回去看，直接刷爱心；要下班的隔间刷赞。要回去看，给打药。哎，拍摄五郎吗？打扰一下五郎吗？下班前进可我有隔间抽零带，我要加班，你要付我加班费啥啦？可是要付我加班费啊，隔间等一下1280给我打加一，我跟你讲，有来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哈，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拍影片而已啊。喂，衣服不见了，没有衣服还在啊，衣服还在，你说那件衣服对不对？衣服还在啊，看到轮椅怎么不见了？轮椅还在，轮椅还在。不会有事发生吧？抽筋的还来？五郎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打扰，有人在吗？而且，可是我觉得那个笛声不像是刚才那电话声呢。可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啊？而且你们是……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、哦、靠腰！我为这神主牌，靠腰！我吓到，吓死我！为这神主牌啊！靠背，靠腰！你们错几嘞？又开始误了。隔间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啊？隔间上位带你们是不用睡觉噻？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？隔间超灵呆！你们现在是今晚是不用睡觉是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阿纪哦。大姐，我探险而已哈，你不要出来吓我好不好？如果你有什么，哦，这位大姐，好、哦，如果这位大姐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她沟通一下。这位大姐，好、哦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想跟我讲的话，好、哦，那个电话如果是你发出来的话，这位大姐，如果你有事想跟我讲的话，你再亮一下好不好？有事情跟我讲吗？拍轮椅就开始误了，靠腰。可是我跟你讲，郑老师有讲过，他会影响到我的电磁波，那个收讯就会开始卡误。真的了，我跟你讲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郑老师之前就有跟我讲过，在那个喂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用，可以腰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。
哎，你有事吗？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，你有事情要讲吗？不是啦，哦，我不是在呛你啦，我不是在弄语气。哎，你有事哦，我不是这样子。哦，我是说你有事要跟我讲是吗？你有事情要跟我讲吗？不要紧，你讲你打到我讲啦，你别搞黑胶，你别错一个，你慢慢说。有这个神佛的东西，看这个超像神主牌啊，超灵丹，你戳起来。哎，你有事吗？不好意思，好，那我进去了哦。我不是的，阿基，我不是说我要进去那个，你不要想歪，我说要进去这个房子里面。我怕等一下以为他要我找他冲刺，我不能找你冲刺，我们人鬼殊途，我不能这样子。阿基拍谁哦？我不能找你冲刺，不是，我说我要进去了，不好意思。靠边啊！你有代志别讲哦。你有事情要讲哦，不要紧，你聊个头。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事情要说啊？他那时候应该在那边的，你有事情要讲吗？哦，操！靠北！滑倒！哦，靠边！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没有，那不是滑倒，靠边，那是被推。靠脚！可惜我不要拍了，超威！那不是滑，那是被推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一开始以为是滑倒，少林呆啊！被少林呆直接推呢，不好意思啊，看我整个稳定器直接跌倒。但我想都奇怪，我怎么可能站得好好的滑倒？超灵的，他直接推。看他直接推呢，我以为我滑倒，结果靠背他直接推。泥巴你！可请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臭脸呆啊！等一下看，看我全身上下臭脸呆。可惜我看到刚才那个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。等一下，可是你们全都泥巴呢。等一下，你这边有个泥巴，你看哦。感觉不泥巴，超灵的，全部土。可是超灵，你们该去吃土是不是？你们超灵在面前吃饭，你跟小鸡讲嘛。对，你干嘛跑去吃土呢？你有困难跟小鸡讲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不一定会理你啊。哥姐开玩笑的，臭他哥姐刚有看到那轮椅动的哥姐他要很雾很卡。
欸，有人吗？可是我问你们，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龙移动啊？有看到可是打野，我操一刀，我们刚才有没有拍到？错几的？哎呦！看有声音超灵呆，而且我就跟你讲，你们不要一直在那边讲说让他动起来。等一下，我就说你们不要一直叫他动起来。你看他真的超灵呆啊，不给我面子，直接超灵呆叫我加班啊。看我听到人在开门，等一下。欸，拍谁哦？啊，大姐，我如果打扰到你的话，你如果不欢迎我的话，你再给我一声电话声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声电话声的话，如果你真的不欢迎我，我就离开啦。好，我就离开，我就不拍了，拜托。哦，超会打，你还干真的？靠北，真的。干他真的不要我拍嘞。刚才真的不要要拍吗？刚才超铃铛，你有没有听到？超铃铛，回直接回答我，直接叫我不要拍。刚才在推我呢，妈的，该推我叫我不要拍。像话吗？可是他都叫我不要拍，我应该讲说他想我就离开呢。可是我还要拍吗？操你妹，这很天人交战呢。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问错了。如果你真的不欢迎我的话，你电话不要响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没有响啊。他没想代表他欢迎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拍嘛。这么伟大，可是我很怕。哦，干，这天真的是超伟大。衣服这次真的不见了，真的假的啦？拍谁哦？不好意思，哦，衣服还在啊，哥姐你在耍我是啊？臭味道嘞！轮椅啦，拍谁有人吗？那个轮椅超灵的，怎么变那么近呢、啊？我们班的那个衣服还在了，这味道错起。欸，大姐，如果你还在的话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可以拍一下就走吗？大姐，不好意思啦，打扰了。我操！我靠！你我干！直接到门口了，靠！哎呀，不要跑啦，不要跑啦！哎，不好意思，臭味道直接到门口了。哎，
这太扯了啦！我都已经隔一间房间了呢。不然你现在出来好不好？可是我跟你发誓，我离得那么远呢，我隔着一扇门超会大，他直接在我面前直接撞我这里，他真的想找我冲刺啊！哥姐有没有看到他动？刚有看到哥姐帮我打油，帮我刷一下一下。哥姐怎么变那么娘啊？哥姐拍谁啊？我变得有点娘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姐，你娘的！你都叫我看到这轮一叠叮当，你搞我起几的爱心好不好？你明仔个，你别都这样子看到这轮椅叮当，你别错一个呀，错一个呀！哎呀，姐，拍谁有人吧？跟我他哥，有人吗？看他直接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轮椅真的动了。刚刚我开门的时候，那个扇门啊，我开进去，那个轮椅直接在墙对面的墙壁。他现在轮椅直接在门口、哦，那个轮椅直接在门口、哦。给我们拍快一点啊，臭领带啊！拍谁有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。有人吗？又臭一大堆！他真的从那边动过来了，靠背啊！拍谁有人吧？打扰一下。对不起哈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，对不起。大姐，如果你还在这边的话，你可以轮椅后退吗？你自己移回去啊，我不敢碰了。大姐，你在吗？好，哥姐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走一趟。对不起哦，大姐，我拍影片而已哦。你不要生气，我看一下就好。好，我也不会碰哦。我看一下就好，对不起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发誓，那个轮椅原本在靠墙的，他直接给我冲到这边来，我超伟大，他直接撞我。不好意思，借我看一下。这样位置比较大，比较好拍啦。拍谁？这个是蜘蛛网哦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蜘蛛网。拍谁？对不起，我看一下哦。蜘蛛王啊！不好意思哦，大姐，我并不是说把你当马戏团的猴子在看，我是要拍仔细一点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见怪的地方，你等我拍完再见怪好不好？拍谁？
科学我已经到底哦，科学我已经到底哦，我已经到底拍给你们看了哦，超伟大。会不会有人说我可以拉蜘蛛线？那蜘蛛线我带来的，我超伟大，哥姐我是蜘蛛人渣啦。哥姐我空拍一下吧。一下看到会不会移动？如果超伟大，如果移动，那真的是超伟大，那会不会上诺贝尔最佳贡献奖？拍谁哦？如果有打扰到地方，跟你说用 pause 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大姐，快点，快点！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睡着了，对不起，大姐，对不起。可惜靠腰啊，睡着不会叫我上啦。可惜超伟大，你们就超伟大两万多人看我在那边睡觉。可惜你良心到底在哪里？对吧？可惜超伟大，我坐在上面，超伟大这么重，他怎么动？老妈，哥姐，你们看，哥姐，你们看那个轮椅，你不觉得超伟大？你不觉得哥姐，你看那个轮椅视力有点模糊吗？不是，我看那轮椅视力有点模糊哎，感觉有一只眼睛看不到哎。哥姐，你没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我看那个轮椅，感觉哎，哦，拍摄，土豆怎么掉下来？我想奇怪，怎么视力看不到？哥姐，你看有没有拍到？
Bravo！这位大姐，如果你还在这边的话，可以给我三个灯吗？三个灯就好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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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姐，超伟大，真的给我三个灯呢！大姐，请问刚刚这个轮椅是你推过来的吗？如果这个轮椅是你推过来的话，可以给我四个灯吗？谢丁，谢丁。哎，哥，先稍微的，先不要刷笑脸，这很严肃，你们不要再刷笑脸了。哥姐，你不要笑啦！哎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有人在笑你，啊，不是，没有了。感谢大姐今天大显神灵，谢谢大姐今天大显神灵。哥姐，你不觉得很悬吗？哥姐，你们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灵？相信的哥姐刷爱心，相信的哥姐打相信。是因为我不能讲那个，我不能讲鬼这个字啊。你们相信世界上有鬼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们相信这世界上有灵吗？相信哥姐刷爱心，相信打相信。三个灯。大姐，这个电话。是你让他响的吗？是的话，给我五个灯。哎，干，真的有哎！靠背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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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如果今天有打扰到你们，不尊重的话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我节目的一些效果。如果有打扰到你，真的对不起哦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会多做善事的。哦，我会多做善事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每个月都一定会多做善事。可惜你们都知道平常他怎么对我的。今天超灵带要几个就几个灯。对不对？哥姐，这个是 K2 测绘器，不是 KY，靠腰，你们可以上网买。这个绝对不能作假，这个东西你们可以上网买，这绝对不能作假的啦。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我想要给他几个灯，他就要给个几灯，这个没法做到，你们可以上网买，这个1000多块。平常他怎么拆我台，你们都看在眼里。今天真的有东西在这边。啊，不是啊，大姐，我不是说你是什么东西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我是说真的有灵在这里，对不起。稍微大，哥姐，我们开始，我们快走走走走。哎，哥姐，超灵台啊，不觉得很悬吗？哥姐不觉得很悬？走灵带啊！看我是大哥了。可他有这个，可他有这个呢。等一下，我拿两个灯比较清楚，拿两个灯照比较清楚。它有线呢，它不是没线呢。不好意思哦，大姐，我看一下。你看它有线啊。
线断掉。啊，就算没电，我操一个！哇，救命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啊！有人啊！而且你们还在吗？操你太可惜，他自己想的。是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拍谁拍谁哦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打扰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不行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先把这个收一收。大姐，不好意思哦，如果有打扰到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打扰，对不起，真的打扰，对不起，真的打扰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哥，其实我不是丢下你们哦，我是想到说我的手机没拿，不是，我说那个，我不是说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对不起。不行，我送。五郎吗？
推荐你们追踪小鸡的 LINE 官方 LINE， 小鸡以后开播的话我都会从官方 LINE 通知你们，官方 LINE 是小老鼠 CHICK888、哦、隔间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，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来，开启小铃铛，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